弟兄姊妹午安，午安。啊，见到大家真系好，好感动见到大家。头先咧，戴敏师长老都带我哋祷告，佢话我哋系属于主啊。边个属于主噶？我哋呢度系咪先？因为好残眼啊，大部分人系咪？你都确信你系属于主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不单止我们属于主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球，这个世界，全地都是属于主，Amen？ 是吧？你预备好来敬拜赞美这位全地的主没？你跟隔壁那个说，我们极力的来赞美这位全地的主， Amen？ 希望我们都可以带着信心来唱这首歌，即是我们不是单单在、就是、口里面唱，我们在心里面唱，是吗？你掌权，全地都属于你，阿们。你能力在荣耀中彰显，你是主，永远的神君王，你名是全能神，释放你的百姓，再来。你掌权，阿门。全地都属于你，你能力在荣耀中彰显。你是主，永远的神君王，你名是全能神，释放你的百姓。你可能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同心起誓，配得我们一切赞美。你可能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充满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，你是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去拍手啊，用这个掌声去献这个赞美给他啊，阿们。主，你是掌权各位。你掌权，全地都属于你，你能力在荣耀中彰显，你是主，永远的神君王，你名是全能神，释放你的百姓。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独行其事，配得我们一切赞美。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通万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。你何等，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独行其事，配得我们一切赞美。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通万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，你是我们的神。系，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开声，系啊，用你嘅声音去赞美佢啊！哦，哈利路亚，耶！系啊，主，真系配得嘅，哈利路亚 ，yes 啊 ，yes 啊。哎，何等的伟大，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这奇妙何为，你忠心起誓，配得我们一切赞美。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这奇妙何为，你通万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。你何等，你何等伟大，你满有能力，你是掌奇妙的威，你独行其事，
切赞美。你何等伟大，你万有能力，你是神奇妙何为，你统管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。你何等，你何等伟大，你万有能力，你是神奇妙何为。哎呀，打起身上强啊，带起我心情绪，配得我们一切赞美。你何等伟大，你万有能力，你是神奇妙何为。你同万万有，你是全能万王之王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耶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系啊，我哋咧献一个大嘅掌声俾我哋主啊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是何等的伟大。全地，你爱如大能倾倒，人离是醒在醒在醒在，看见你被高举，你的永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如大能倾倒，人离是醒在醒在醒在。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。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。想见到你，看见你被高举，你的永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原大能倾倒，人离是醒在醒在醒在，看见你被高举，你的永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原大能倾倒，人离是醒在醒在醒在，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灵，系啊主，我哋需要被你去开启，系啊主，我哋只想见到你。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，
看见你已被高举，你的荣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如大能倾倒，人离是胜在胜在胜在，看见你已被高举，你的荣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如大能倾倒，人离是胜在胜在胜在，只想见到你。敞开我的心，将你心里面那种的赞美呈现给主。这位主不单止是全地的主，祂更加是圣洁各位的主，祂将我们分别为圣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事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轻易的转世，是单单靠你。胜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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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想见到你胜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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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想见到你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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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nt to see you HolyHoly, ho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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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nt to see you. 哎呀，主，我都想见到你。主话你，我哋寻找就能够寻见。系弟兄姊妹，我哋就系喺呢度，我哋再一次寻找主。系啊，住喺地上，我哋寻找好多嘢，我哋寻找。好多嘅地方，但系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哋，让我哋寻见你，让我哋愿意嘅、甘愿嘅，去到你嘅荫庇嘅底下。系啊，主，有时我哋。好自以为是，我哋想有我哋自己嗰种嘅生活，但系主啊，你话离了你
我们就不能够作什么，并且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圣灵带我们回来，带我们回来。Good.
看，神已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，耶稣。系啊，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坦然无惧嚟到神嘅宝屋嘅里边。我哋上啦啦啦啦啦啦。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已亲眼观看，亲已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，耶稣。主祂说，祂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祂都说，当我们来到真的愿意去专心仰赖祂的时候，祂必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祂都应祂说，我们或向左或向右，必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我受到主祂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每一日来到神的面前，让圣灵藉住祂的话语去带领我们的生命。特别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，你生命里面有些抉择，我感受到圣灵今天来到去搅动你的心，叫你去仰望祂，去寻求祂，不要那么急去做这些抉择，而是要真的让你的心专注在主的里面，因为祂会一步一步的去带领你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行走在正路里面。但是如果是很心急去做一些决定，好可能就会行错路，但是主祂今天呼唤祂的百姓，要跟随祂去行走这一条的义路，因为祂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祂，祂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只要我们愿意真的来到祂面前，每日去聆听，去读祂的话语，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，祂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，一步一步就好像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一样，去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是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圣灵你真的来到在我们内心去搅动我们。主，我们每一日我们都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。主，帮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很多的决定，而我们要谦卑寻求你的面，因为你说寻找的就会寻见，你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多谢你主。让我们都回应主。
让我俯伏在你面前，甚至你会领我走过，让我俯伏在你面前，甚至你会领我走过。哎，我哋俯伏，让我俯伏在你面前，甚至你会领我走过，让我俯伏在你面前，甚至你会领我走过，纵使试炼逃不过，低谷高山总要攀过，你的像你的爱都安慰浮避我，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。我抬头，我抬头，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，是我在风声安慰，是我灵魂苏醒，你应允，阴间必不可把我遮盖，因你拥有高我头，浮庇我。多谢你嘅恩惠，多谢你嘅保护。系喺呢个，我突然间一个感动，好好挂念一啲离开咗我哋嘅弟兄姊妹，特别有啲离开咗香港呢个地方，去到一个另一个地方，去到一个佢哋要再喺嗰度挣扎，再喺嗰度唔容易嘅生活。但我相信神嘅恩惠一生都随住佢哋，无论佢哋去到边度，佢哋都系我哋嘅弟兄姊妹，都系我哋嘅家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唔单止为到你自己去祷告，你都为到呢啲弟兄姊妹去祷告，为到呢啲嘅家庭去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阿爸。
眼泪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，一生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，仍然爱我到年老时扶着我。你的信实，你的自由仍要我。是我的祭宣告，十架的福乐永扶持我，眼泪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。阿门。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，仍然爱我到年老时扶着我。你的信实，你的自由仍了我。十家的福乐永扶持我，眼泪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。我抬头，我抬头，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，是我在复醒人为，是我灵魂苏醒你应允，阴间必不可把我遮盖，因你用我。是啊，有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，仍然爱我到年老时扶着我。你的信实，你的自由仍要我。十架的福乐永扶持我，眼泪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，一生。是啊，主多谢你，愿意我哋嘅悲伤嘅眼泪变为感恩嘅眼泪。系啊，主，虽然我哋仍然有眼泪，但呢个系感恩感动嘅眼泪。多谢你，主。系啊，主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。主啊，我多么感激你。我们知道这些眼泪因为有你的缘故都是恩典的眼泪。多谢主，就像Sharon牧师刚才的分享一样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无论我们去到哪里，叫我们不要离开你的话，给我们见到的就是你的指引，给我们见到的就是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对我们带来信心，去持守这条道路，给我们经验的就是你的平安和喜乐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真的赐给我们一个数不尽的福乐。这些福乐不单止在顺境里面出现，这些福乐甚至在逆境里面都可以见到这些福乐的珍贵。主，这些就是恩典。多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敬拜，给我们经验神你的安慰，你的同在，让你的话语，你的爱，你的同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无论在线上的，在实体的，在服侍你的人身上，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爱你的人，愿主你的话语都被他们见到，被他们跟从你的话语，经验你的带领，
多谢主，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， Amen。